女朋友的双胞胎妹妹住进了我家。要不我们别睡了？哎，你跟我讲讲你和我姐是怎么在一起的呗？哦，想听故事啊？这一切啊，得从一个房间跳闸开始。啊？怎么黑了？跳闸了？那怎么办？摸黑睡呗，反正谁也看不见谁，也挺好的。哎，不行，我怕黑。哎哎哎，别乱动！瞧你那样吧，还听故事，赶紧睡觉去吧你。这什么？啊？哇塞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家灯还是遥控的，这么厉害？哎呀，别玩，那玩坏了再。哎，行了，赶紧去睡觉吧，明天你姐就回来了。我现在还睡不着嘛。没事，那我把灯关了嘛，关了你就睡着了啊。哎，别，我睡还不行，睡，你也睡吧。哎，干什么？早安 ，Jeff。干啥呀？我饿了。饿了点外卖呀。外卖健康吗？你带我出去吃吧。哎呀，我再睡会儿，咋咋呼呼的。行，你睡吧，等会儿我姐回来，我就跟她讲你欺负我。你想吃啥呀？都可以啊，我先去个厕所。啊？你怎么？哎哎，干什么？牵一下怎么了？你有点分寸感好不好？我姐现在又不在，你怕什么？哎，你胡言乱语了是吧？胆小。哎，你别不理我呀！哎，你别跟我说话了，别拉拉扯扯的。我今天新喷了香水，你要不要闻闻好不好？哎，你疯了是吧？啊，你玩哪出啊？干嘛？人家就是想你了嘛，你怎么那么凶啊？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能不能好好看我是谁啊？啊？文景，你是文景啊？刚不是你妹进去了吗？你妹呢？是吧，姐夫？你连我姐都认不出来了。是，你们这么像的吗？